怎么会不进去呢？哎呀，他这身上都凉了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他只是太小了。妈，您帮我看着点，我去看看志宏怎么带回来，还没有请来呢。大夫，您终于来了，帮我看看这孩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找事。 我走了。这孩子已经死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身子是软的呀，您看看，您帮我好好看看。这明明死了，身上都凉了。大夫，您别走，这不可能，大夫他刚刚还在哭闹呢，这个孩子不能死，求求您。 大夫能救活人，还能救死人吗？对不起，大夫，哎，对不起啊！大夫，孩子还能哭，他还活着。喂，进去了吗？很难喂。 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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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，看看，看见什么叫妈了吗？嗯，赶紧去睡吧。 谁呀？啊，妈，是我，这孩子又抽风了，您睡您的吧，我爸他去看大夫去。哎呦！大夫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个娃啊，救不活了。大夫，吃了您的药，他已经好多了，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又哭又闹的。大夫，麻烦您给我看看吧。 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！哎呀，这个孩子呀，碰到你算捡回一条命来。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来来来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我看看啊。哎呦，哎，放走，走吧走吧，放小心点啊。哎，这孩子都睡着了。妈，放给我吧。来，没事，妈，这孩子不都是我这么背大的吗？我去上号了啊。 你放心吧，你当心点儿。哎，怎么能够为了苟且偷生就背叛自己的信仰呢？我如何那么做了？我如何教育我的孩子做一个有信仰、有理想的人呢？你知道，一个孩子都需要有一个让他骄傲的母亲。 桂心，你放心吧，孩子我已经救活了。等雨中回来，我一定会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还给他。云朗、云峰、如玉、云灿，听好了，奶奶呢，给他起名叫云旭。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，你们最小的弟弟，你们都要懂得保护他、爱护他，听到没有？ 听到了。今天人挺齐呀，在这儿。爸，哎呀，哎呦，你看，爸爸回来了吧？啊，志宏啊，我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云旭，虽然不是咱们家的骨肉，可是，你看看，他是不是很像咱们家的孩子啊？
国兄，你先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跟奶奶，奶奶抱抱。哎呦，他不想让妈妈走。哎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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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你爸爸妈妈呀，是不是有那个意思啊？要和好了，爸爸妈妈。什么事？国兄，刘宝川给我说了个媒，你说我怎么回他？你偌大的年纪还单身，不是长久之计。长官是好意，只要觉得人合适，你就应了呗。这是你的真心话？当然是真心话。金国兄，你不能这样。我知道你对我不满，但是你不能这么狠心呐！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我救了祝雨中，我想法带你去见他老婆，我还答应收养他的孩子，你还让我怎么样？我谢谢你了。我不要谢。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那件事儿是不可能的。君座说了，您挑哪个都行。啊，但是他的意思是呢，这个为佳，长发，瓜子脸。随便挑一个就行了。哦，是，那就长发瓜子脸。女人？什么女人呢？不知道。是谁家的？不知道。你这不知道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你以为是买牲口啊？妈，那不就是个过日子吗？是个女的，晚上能睡觉不就完了吗？我已经想过了，娶了她也不让她进这个家，在外边租间房就跟她过了。你跟谁赌气啊？啊，莫非你真的要娶一个像子平这样的女人吗？那你觉得我还能再娶个国修吗？国修，他可真是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好媳妇啊！你心里只要有他，你为什么不懂得亲近他啊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不想求他了，我总这样单着身，那别人也会说他闲话的。算了吧，你就给我准备一份聘礼，我走了。别你。国修，国修，你出来一下，国修。妈，妈，国修，你让志宏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他？妈，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，现在这么过日子，不是很好吗？这日子不能这么个过，国修。走又走不了，分又分不开，你心又那么重，你们两个和好吧，妈妈求你了，啊！不然的话，他真的要从外头再找一个回来，怎么办？妈，这事儿他已经告诉我了。你都答应了？妈，我有什么资格答应与不答应呢？再说他老大不小了，也不能老打光棍儿。你也答应了吧？哎呀，看来你们俩真是没希望。大哥，
您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要不您去看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我就给孙家大小姐送过去了。这孙家大小姐吧，真是有福，能够嫁给咱们师长，还有这么多聘礼。哎，大哥，您看怎么样？抬走吧。来来，抬走。来，走了。站住！啊！哎，停下。差人给孙家送个信儿。啊。就说婚姻取消了。啊！就这么说。啊！金国兄，老子非死到你身上不可！